各位皆是灵士，以匡扶正义、斩妖除魔为己任，却动用灵力来解决内部争端，实乃下下之策啊！诸位对我有质疑，我能理解，但是万不可因此而被利用啊！此事并非外界传言那般，这背后隐藏着惊天阴谋，我这一时半会也没法跟大家说清楚。但是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所认识的君临渊，堂堂君武一族的圣子，向来都是公正严明、克己复礼的。 会是谋害圣君善后之人吗？君殿下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这还用问吗？就是因为你这个妖女蛊惑了他，还想狡辩什么？你们现在护在这个妖兽面前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？有本事，你就杀了这个妖兽，我就信你。你，冯，我知道你现在能听懂我说话了。 兰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快动手，杀了我！你是在求我，让我杀了你？为什么？
此事本来就是高胜厚设下的骗局，他暗自勾结暗夜幽亭，如今圣君也被他软禁，他要借你们之手除掉阻拦他的人，然后掌握整个乾元大陆。你们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。你们若继续执迷不悟，只要我们一走，高胜厚的剑尖就会指向你们。到时候，别说是君武学院保不住你们，就连蓬莱阁、碧落宫，也都会沦陷在暗夜幽亭的魔爪之下。 你胡说！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有。只要让我回到君武学院，夺回龙凤灵戒，凭我手中的三块星辰碎片，便可唤醒我的师父穆九州。他师父是穆九州？怎么可能？我师父曾是这片大陆的主宰，通晓一切。他如果站出来说话， 你们总归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相信，我相信凤舞说的，我愿意陪他回去证明。我也相信。我相信。我也相信。我也相信。我也相信。还有我。